的朋友，还有我们的来宾，还有贵宾，还有我们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哦。刚进来的时候，就让大家觉得说，好像我们会场充满了琳琅满目哦，都是很漂亮的东西哦。那林来老师是我们会里面很优秀的会员哦。那我觉得今天的作品哦，更很符合我们从在推动的低碳岛活动哦，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低碳又环保的作品的东西哦。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对这方面能够多支持。那我们中县美术协会也在下个月的26号也在这个会场哦，我们会办一次联展，那到时候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看看，来给我们指导。好，祝大家幸福、健康、快乐，谢谢大家。